其實呢件咧係諗住俾你哋㗎。係啊，其實我哋講下我遊戲玩法先啊，好冇啊？其實如果大家一路有睇，應該知啊，就喺80分鐘嘅時候咧，就記住打電話嚟登記先啦。咁咧，完場就會截止㗎啦。咁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即刻打翻俾你，即係抽中咗你嘅話，然後咧，我哋咧喺比賽嘅時候會講一個密碼嘅。啱啊！咁你嘅要答翻個密碼。係啊，答翻密碼都可以。咁就我都可以件衫㗎啦。其實最開心就係今日咧，即係送咗波衫，即係之外咧，其實平時咧，球迷咧攞住件波衫咧，翻到屋企冇得聞嘅。今日有得聞啊，因為 Wendy 最多。嗱，你中意 Wendy 嘅，即係好多 fans 中意 Wendy 㗎嘛。嗱，即係要答嚟啦，可以問一問 Wendy 陣味啊。死啦！即係平時我哋都係講笑嘅，咁你想要新嗰件定我自己身上邊著住嗰件啊？有啲觀眾話唔係啊，我直情要 Wendy 著住嗰件啊嘛。咁就因為咁，可能冇人打嚟，同埋我琴晚唔記得沖涼啦。琴晚聽日睇到興啊嘛，諗住贏球喎，點知4-0瞓覺咯，瞓到今日起身就翻工。其實 Wendy 平時喺電話入邊咧，即係通常打電話俾佢咧，第一句就係 yo， 其實通常都係 yo 字嘅。即刻除俾我，哇！即刻除衫啦，攬住佢啦，大頭大頭俾佢啦。唔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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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但係嗰時講阿Kenna，你話你着波衫着邊件啊？即係邊件都唔掂。但係你琴晚喺第一台嗰邊世界盃係着邊件嘅？ 我尋日係着邊件啊？死啦！我完全冇記憶，完全冇記憶。不過唔緊要啦，女仔通常都係善忘啲㗎啦，真係咧瞓醒覺就唔記得咗琴日瞓你側邊個男朋友，或者咧即係同佢出街個男朋友係邊個㗎啦？唔係你啊，唔係你啊，阿 Wendy 同我講㗎，啲女仔心事係。琴晚邊個房我隔離啊？係啊，我唔記得㗎，佢真係唔記得㗎，唔係講笑。唔記得。不過咧，喂，講咗今日頭場就荷蘭對住呢個丹麥啦，跟住第二場咧就日本對住黑麥龍喎。尾場就係嚟緊荷蘭將會出線對住嘅意大利或者巴拉圭。 4-0係嘛？完全4-0係嘛？4-0係咪4-0啊？4-0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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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
入球大嘅嚇，都好啱嘅。係啊，咁啊呢場波外邊盤就一球盤一路企住啊，中水高水唔喐嘅，咁啊就似乎都係即係話會唔會贏到一即係超過一球咧，有少少保留。咁啊，但係論翻個中前場功力咧，荷蘭應該就叫入到波嘅。咁啊，但係後防就比較甩碌啲。咁啊，四場有賽，每場失一球波。咁我覺得個後防有機會失波俾呢個丹麥，因為始終有個賓特拿喺前邊啊嘛。咁啊，所以呢場波咧，如果丹麥有得入波，荷蘭又要贏嘅話，入球大最簡單啦。而家由2.02倍落到1.9倍啊。啱啊，即係同我一樣啦，我都係提議呢入球。我都係中意入球大嘅。係啊，穩陣啲啊，因為始終個一球盤咧唔喐水咧，就只係驚少少荷蘭啊。好。好，請大家贏多啲喎嚇！好，拜拜。拜拜，本身都係大，咁就大家都係大，咁就即管睇呢場波會，即係好似預期中咁多波入啦，係咪？問題係丹麥就入到波先，我哋自己覺得。3-1咯，我就覺得有機會入到波嘅。都有機會入㗎，我可唔可以收翻個4-0啊？可以，可以收翻，未開波前都得。大咯，齋大應該 OK 嘅，四粒橙可能會。好啦，我跟你，係因為荷蘭啲後防咧，不嬲都差唔多啊嘛。喂，但係我想問 Kelena， 你有冇開户口啊？冇啊！冇咁啊！你想買幾多？話俾姐姐聽，一齊買好唔好？好啊！咁啊，俾啲時間大家一齊投注，我哋轉頭咧再分析呢場比賽。我都話我有大㗎啦，不過我頭先咧我都學 Kelena 話齋，我都係驚荷蘭隊輸，又好似唔係好敢著。其實我應承咗你哋著嘅，所以我真係有大嘅。真係有大，咦？但係未乜過乜？我其實荷蘭呢波衫咧，全部都當新嘅，我全部都唔會著出街嘅。係。咪但係講真句，咁樣先似樣㗎嘛，係咪先？咁樣先一齊荷蘭朋友啊，完全團結合一嘅。到阿彭咧話啲新衫咧，通常有兩個十字十字界豆腐嘛，你就有兩個十字。有啊有啊，我新我真係未著過，為咗世界。大杯而著㗎，大佬，我仲件白色喺屋企啊！但係我覺得真係好壯觀㗎，今日即係球賽台有幾多同一陣線，第一次大家同一齊咧撐同一隊波，仲著曬全部同一隊嘅波衫，證明咗係大家對於荷蘭嘅贏波好有信心，係咪先？咁佢都望住我啊！因為其實望住你一定係望住你啊，因為講真，荷蘭一定望住你㗎啦。因為我好有信心啊，你唔需要問我㗎啦嘛。信心係真係完全係有係嘛？有啊，梗係有咯！而家五粒橙即係5-0添啊！5-0，五粒5-0，好多謝啊！我講佢又成日話，即係著件新波衫，而家先攞出嚟著。你仲著個家庭觀眾嘅波衫啊？快除翻出嚟添啊！咁啲人 send email 話要咁樣，想咁樣啊嘛？冇可能。我要簽名，要浸味就得㗎啦。其實要簽名做乜鬼啊？唔啱著喎，因為呢件係加大碼嚟㗎，係啊，即係總之幾肥都可以著㗎。呢啲咪衣不稱身。我唔係嘅，其實我好多衫都可以晾得好好。
唔係，但係其實望落 Wendy 咁樣著咧，有少少似咧平時人喺屋企著嗰啲波衫咁，即係特別夠曬場，輕輕鬆鬆啊嘛。係啊，合不過下邊多啲嘢啊嘛。我知道你想講乜嘢，不過講翻呢場波先嗱，講真嗱，丹麥都算係歐洲分子啊，但係講真咧嗱，英格蘭我哋喺翻兩日之前都見過啦，即係又係對住啲係咁上下實力嘅球隊，第一場出場就結果就麻麻地，荷蘭會唔會驚有呢啲問題嗱？今日嘅就係姆諾賓㗎。係啊，嗱姆諾賓呢一樣嘢幾大問題啦，咁但係咧其實講真，即係賽前咧雲達華治咧都已經話到明㗎啦，佢自己就落到場一定係搏曬老命，至少希望咧嗱難得有機會落場就搏一搏嘅表現啦。但係整體上其實咧荷蘭今日個人腳咧，除咗姆諾賓之外咧，完完整整都擺曬喺度嘅，譬如戰鬥你有雲佩斯啦，中場有史尼達，左右兩邊有古茨同埋雲達華治，咁你話喺功力上咧，應該對於一眾嘅荷蘭 fans 係唔需要擔心。係啊，我諗最緊要有翻雲佩斯嗱，當然諾賓唔係話唔重要，但係傷無謂擺佢出嚟啦。喺右賽見到咧，雲佩斯雖然呢一季咧喺阿仙奴都叫傷過一陣子咁，但係出到嚟 OK 喎，幾腳波俾到佢咧，佢可以射中籠個機會好大。嗰場有賽仲入咗兩球添，咁今日咧，我覺得佢都非常之重要。我諗其實摩洛賓咧個功力都冇乜問題。不過嗱，丹麥啦，今日啦，其實前邊咧有分賓特嗱，又係你哋阿仙奴啦，中意呢啲啦喺度啦，咁同埋羅美道兩個嗱，羅美道夠經驗啦，賓特嗱，你覺得佢狀態 O 唔 OK 先？其實賓特嗱咧，啱啱咧其實咧係受傷過嘅，喺個即係熱身賽期間，甚至乎咧喺個備戰期間咧佢受傷過。其實呢場波咧賽前咧係有預計過佢話佢唔出得嘅，咁啊即係當然啦，有佢喺度，而家咧當然係有即係丹麥咧係多咗個箭頭啦。其實荷蘭嘅後防咧係有多少人？有，同埋我都贊成啊，即係 Kalina 所講啦，荷蘭嘅後防係比較慢，都係著住速度高啊，甚至乎丹麥咧一向都係踢兩翼嗰啲咧，其實咧係會有啲問題嘅。但係咧，其實咧係荷蘭隊方面咧，其實今日冇諾賓都唔緊要啊，因為其實賽前咧即係領隊方面都講啊，喺熱身賽期間咧，其實打起咗兩個球員，一個就雲達華治，一個就艾費利。咁而家艾費利暫時喺個後備席啦。其實雲達華治大家都知咧，喺皇馬冇機會踢嘅，但係成個熱身賽期間其實佢表現得非常之好。當然啦，呢場波都繼續正選啦，所以我對荷蘭冇咗諾賓嘅雖然冇諾賓喺度啦，其實我對佢都非常。有信心。阿健靈公主係利物浦球迷啊！今日有兩個喺度，古茲艾嘉，你撐邊個？都係古茲啦。我啱啱就想講艾嘉，其實因為咧啲人話今場比賽應該都係艾嘉咧會 mark 到呢個雲佩斯實一實㗎啦嘛，係咪先？然後咧，好似話球場嗰邊而家已經去。